如果真的有韩国什么动静，所有的订单是跑到台湾的，可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在啦。你不排除美国人哦，全心在为了要应付北韩啊，要跟中共达成妥协，就政治上会打压压制台湾，压得更凶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最好是干乖的哈，这段时间哦，你蔡英文这个总统，你看讲的哦，别搞出代志，别那假笑一边一口啊，别那假笑国外一大声。会被订单来啊，你订单来交换啊，一定会有订单不用交换，但是会把我们的嘴巴封得死死，要我们低头做人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